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钟姐。今天呢，我们人又出来巡台了。那这次呢，我们又是、又是小港，好玩啊。小港这边的台，我觉得有些真的是还不错玩、那我们就再来打一下我刚刚在试的这一台，来吧。我们再继续玩这一台。那这台甩浮不错，然后爪力非常非常之猛。那我这个是不是要先挖下一下，盘一下出来？刚上出来吗？不错。然后这个就能不能松呢？可以松我觉得好打应该只有正门那一个比较好打，因为是重。那一盒比较重。它左右都是大边，我没办法去扣它的小边。你看都是大边，拜拜，回去。我只想要拼这一盒啦，这一盒应该会比较好一点。一二跳，嘿，哇，它贴住了，嘿，弹出来。跟他过来一下就好了。对，你只要立着在正门，跟他拼一个极致宝，应该是有机会。嘿，哦，我再试个几十块，不行的话我们再就换另一台试试看。嗯，弹，对啊，吸不过来。哇，过来，好，不要，你对下波没用，我没有，我对这一台已经，我原本想说它应该45度打到它应该会弹过来，就这样丢进去了，换台，直接换台，换台，每一台都试试看，找到一台最优秀的，适合自己的，超烫，有没有很优秀的感觉？骗你的，假象吗？我也不知道，试试看。超饱的，超饱。它会不会躺着都是扶不起来？因为这个大象其实是有一点点重量的。来，我们再来试一下，这一盒也试一下。不知道，翻正面。哦，那是那个啦，屏障的那一只啊。啊，不然我先试一下，外丢。就你要天长度？没有了，没有，是顶到。你敢说他没有下天长度？我不知道啊，可是正常一定都会有。吸啊！对，等等，他给我的感觉全包会外丢哎。是吗？我试一下，试一次，不要撞到。嘿，嘿，哎呦，感觉有。那右边是要先挖住啊？对啊，我先把这一个，等下那个我一样是拼宝了，那我就这个左右盾全包，没起来，逆斜甩，全包，一。糖糖，这样呢、好了，拼了，这样还行，应该是轻轻摸一下，对，我刚刚轻轻摸一下它就躺了，对不对？那我是不是再摸一次？好，躺着，没错没错，就是这样子，然后再吸它一下嘛，应该是吸出来嘛，对啊，回去了，它是不是公仔的重量是在下面？它有点不倒翁的感觉，你看到没有？它有点不倒翁的感觉，换正常应该很容易就躺躺的。练姿势哦。对啊，这样子 OK 吗？不知道哎。脱。哦。这个在全包，我觉得它真的全包外丢哎。一二。哦，那全包外丢啊！可是这也会打到挡板，好宝哇，
没浮起来，浮起来就有了。对啊。哎呀，这一盒也算是微重了。一个宝，可是刚刚那个一个脚架没有浮，可是太多，它要喷回去。嗯。哎呦！哦，没起来。你要洗我？这样啊？哎，我都拼的，我都很漂亮的宝哎。某菜。几件某菜？要不然这个位置外丢。下后旁下放。哎哎，这怎么有点下放啊？对啊。又是在骗我吗？小小骗你一下。全包。最远的外射。嘿，射。哎，哇，差点。差点点吗？真的。太重了吗？拖。哇，这台是真的很稀，我们把它扫扫出了一盒。来哦。一二外丢，差点一个脚。就说这里的台都喜欢外丢。对啊，然后这一盒就极致宝不太会浮哎，是多一点点。它都是正旁，这样拖啊，真的宽边要让它拖真的是很难。我是要拼外丢啊。哎呀！哎呀！嘿，嘿，哎呦！刚做好了吗？当好了。起来。弹出来。哦，弹得好。哦。没有，你看，你现在是听声音哦，现在是啪啪啪啪啪啪。等一下试试，啪！只知道是有爪力有没有全开了，这是啪，超小声的。抵达，好像一样哎。有了，又比较大声一点点，很明显。太边边啦！哟，卡爪啦！不会动啊！对啊，挖不出来怎么办？打电话。这台没有电话了。问厂主啊。要甩的话，其实这个也甩不到啊。那个，哎，看，怎样？不能甩。不能往前。为什么？你看，哦，我真的是傻了，怎么都遇到这个鸟问题啊？你看，不能往前了。直接打电话了啦！来，我们请那个他们有小帮手，他们这家店有小帮手来帮我处理，那他就帮我拿那一盒出来给我了。折腾一波，折腾很久，然后现在呢，我们刚好叫他帮我们试一下，突然又好了。那我们现在要趁现在赶快把它打出来，对，可以前进的时候趁现在赶快打出来，错了就算了，至少现在我们还有机会。真的是错了，尴尬。你为什么吃那么多？哦，不知道啊。我想说应该是会直接拖吧。但我在想，应该会直接拖吧，就没有。趁现在还能玩，我们继续玩；不能的话，我就不要了。嘿，哎、欸啊，来了，二楼。回答。哦哦，这水壶好像没有很大哎。还可以啊，这个还可以接受。哎呦！哎呦！咦呀！呼！还好，还好，还有成功。对。我们等超久的哎。对，我们等超久。我们那时候七点多，然后我们出去另一个地方巡回来，现在九点多，九点半了。为了这一
我再小试一下，一下下就好了。上二楼吗？对啊。上不了。趁现在还能玩，小玩一下。坏了就不要。嘿。这真的是出不了哎。对，我跟 Z 藤。有头。嗯，Z 藤。他把他挡住了。这个角度。可以。拖。可以拖。差点，为什么都差那么一点点呢？对啊，对，帮我回血一下。其实我们刚刚我们保了那一盒出来，然后我们前面第一盒是少少出，然后加后面做球出来，其实我们本身已经没亏了。是吗？真的、啊。哇，这算臭了吗？好像有点臭了。换这盒，嗯，这盒再小试一下就好了。要全包吗？好哦。全包，哎，啊，不要撞。啊，打到。哎，来了。来了来了。我这盒是不是要再精一点？好哦。把四个包精一点。锁起来。哎，也行。来了。哎呦，我这个好像很。难后旁哎，对，有一点难后旁。哎呀，那也懊悔，对，再放过去一点，有差一点，差一点，只这个角度就有点尴尬了。太正。嗯。哎呀。哦。我试一下这个，全包。嘿。有了有了。快丢。这角度能外丢吗？嘿，嘿，哎，哎，哎，来了！挂烫！我们刚刚第一盒就是这样出的。他第一盒中啊！嗯，算了算了，直接拼，不要没了就算了，好不好？好。拖，太多了！你刚刚赚那么多。这里真的是什么情形？张磊。二五。张磊。二五。Yes。成功。200多块。还好。还好还好。哎、啊，我们还有一盒。哎，你去拿来了。好的。那我们这次总共就打这四盒。虽然吃了一个宝，但是后面都手炒出，但我们反败为胜，反败为胜，终于有笑容了吧？哎、欸，笑容看不到，你拿下来笑一下。哎、欸，不要，现在手是脏的，不能摸口罩。好，那我们吃了一个宝，后面这个那个时候我们这个超少少少出的，我们算2000内了，嗯，差不多打2000四盒，这样子有赚。我们光这一盒好像价格还算中高的，那我们有赚，要抽吗？抽什么嘞？抽这个好了。哦。那我们就这次抽奖是抽这一个剧场版的螺送给大家。好哦。好，那这个螺的抽奖办法一样在片尾，大家再去看一下。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拜拜。